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。现在是晚上9点半左右。彤彤，我准备要带彤彤睡觉了，因为啊，最近我们家的二宝快要出生了，所以其实我们都可以感觉出来，全家都很紧张，全家都知道接下来生活会有一点不一样，所以彤彤最近。也比较有一点不安，我们感觉出来有一点比较不安。那大概从前几个礼拜吧，是前几个礼拜对不对？开始，彤彤就每到周末的时候，礼拜五、礼拜六，反正放假的时候，不一定是周末，连续假期的时候也是，哦，他就只要隔天没有上学，他就会来主卧房这边跟我们一起睡。觉得很挤。对，然后他觉得很挤，一开始大家觉得很温馨啊，他睡到我们中间。那睡了几次之后啊，某一天他就说很挤。那刚刚啊，我们帮他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，我们全家一起讨论之后，想了一个另外的位置，哦，他就不睡在床上了。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位置还不错，所以我想要把它拍下来。彤彤，你觉得还不错吗？还不错，哦，你喜欢吗？那个位置？当然喜欢。哦，就是在，这是我睡的位置，这是我老婆睡的位置。她本来挤中间嘛，那。加上我老婆现在肚子比较大了，三个人真的有点挤，所以这边有一个走道。我本来我老婆说这个走道实在太小了，叫我不要让她睡在那。可是我们刚布置好之后，感觉真的很不错哎。来，长这样，等等，很舒服很啊，舒服。大人躺可能很挤，可是小孩躺的像宇宙战舰。对，很像那种或是在那种旅游睡在一个船舱上面的感觉。然后再给你一个被子，这个是暂时替代，等下去你房间拿你的专用被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去拿，现在就去拿好了，我去拿一暂个，时先替代一下用，先示范一下，先示范一试下，用，先试用一下，一定很舒服。对啊，很像坐船，哇哦！很像坐船去旅行的感觉，对不很像坐船，然后要过夜，然后到了就要起来对？对，吗？哦，我们帮他铺了2层啦，这个是之前幼儿园的睡午觉的时候带去用的睡袋。然后下面又再铺了一个被子，那被子又折了好几层，因为这边，上面就是你的妈妈对，了。然后这边又有一个墙壁的感觉，对如果睡妈妈那边的话，感觉就是第一个被攻击。不对？对啊，我这样子有那种宇宙战舰的感觉，要出去那种坐战舰出去坐飞机出去的感觉。那你可以翻身吗？可以。那如果你很热的话，就靠这边冰冰的，对不对？这里也冰冰的，拿个被子帮你再塞起来啊，软硬度怎么样？软硬度哦，很舒服啊。有软绵绵吗？还不错。我刚有试躺一下，真的很有安全感。对，其实我可以懂这个小男生哦，小男生的这种感觉啊，小男生都喜欢这种有一个秘密基地这种感觉。我小时候也是这样，妈妈一直说这样太小太挤，对不对？可是小男生就是想要这样小小挤挤的。所以，像彤彤之前都会想要窝在纸箱里面睡觉，我们都觉得纸箱那么小那么挤，怎么可能睡得着？可是它窝一窝啊，我们大概隔个10分钟过去看，它真的就睡着了，就而且睡得很安稳。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啊，小男生都是这样子。那自己在那边有一个小空间，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小空间。彤彤，那你来跟我去拿被子，顺便放书吧，还有音乐娃娃。哦，看完书了。刚刚念完故事书，小鲨也可以下去吗？小鲨可能就不行了，鲨鱼就下不去了。鲨鱼在这边，在你的脚底这边保护你。先去拿被子，这样完全看不到你了。这样我比较怕，万一我下床的时候，我要小心，我半夜要尿尿干嘛的，我要注意你在这边不能往下直接踩，我要往这边一会点。死掉，对啊，会有啾一声的。啾，然后就喷血了，来，我们带你去，你选一个被子。就喷血在鸟鸟上面。我帮你放故事书，你去拿被子，我拿还有音乐娃娃，你们就可以睡觉小了。沙在这里守卫，好，守卫你的我基知地。道了。小沙也睡，小沙在这里睡，可以啊，我们小地沙板在这里都很睡，干净，都有擦，我们都有在地上擦地，对不对？小沙在这睡。好，那我的故事嘞？走，我拿去放，帮你拿去，哪里拿？你去选被子，然后哪里拿音乐娃娃来。拿出两个，选2个被子吗？好，走吧。不需要的，
就把它揉成一个球，然后放旁边。揉成一个球。好黑哦，开一下灯好了。我身边的要的地方。好。补好了。彤彤说超级舒服的，嗯，拿一下这个音乐娃娃，这个从彤彤出生就用到现在，还有三种音乐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好像是很有名的，这个叫什么牌子的？我老婆才知道，好像很有名。安抚娃娃，这是我老婆买的，这个也不便宜。不要看它这样子，好像丑丑的，其貌不扬的。可是其实这好像小朋友对幼儿小宝宝很有用。彤彤，你要哪一只娃娃？你要哪一个被子？跟你要不要选一个小娃娃？我帮你拿音乐的，其他你自己。毛毛。啊？那你自己拿，我拿娃娃。对，你自己拿，我帮你拿这个。那你还要再拿别只的娃娃去陪睡吗？好啊，因为小声太大不能抱。对啊。那我挑龙猫。拿一个小的，还是顽皮豹？小三是第一喜欢的娃娃，第二喜欢是小龙猫。好。我之前在那个学校宿营，在学校睡一晚，我也是带龙猫。好啊，你这样子有在学校睡一晚的感觉哦，有去度假的感觉。就是一种仪式感啦，在家里也可以有这种度假的感觉哦，睡不一样的地方，这里有个小基地，你看我从这样子拍就很真的很像一个秘密基地，这样看是没有东西的，然后有人在里面，我的基地啊，对啊，你自己布置一下，然后你把被子摊开。这个先放下面，等一下是要盖的。嗯。然后我就在这边把妈妈跟妈妈保护你。如果你喜欢睡这边的话，东东出生了，你也可以啦，只是怕你影响他太吵，怕他会影响到你睡觉。放假的时候可以啦，隔天要上学的话就不适合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弄成帐篷。帐篷。想掉啊，是变不了，变不了啦，要有东西固定，你躺着就好了啦，我就是你的帐篷，可是我就是自己的帐篷，对啊，躺下去了，这边有墙壁就好了啦，你也在保护，我也在保护，对啊，两个给你选，那你要什么？我要毛，你要直接毛的吗？你现在会冷吗？现在要盖吗？我把你打开。龙猫在这里。龙猫在哪？卡了一个好位置。有了，你可以翻身吗？好，翻左边，翻右边，翻右边。脸朝右边，身体可以整个翻吗？翻得了吗？如果想翻身的话，啊，那翻另外一边呢？会不会很卡？翻这边呢？这边可以翻吗？想靠墙壁睡的话呢？两边都可以哈。我说你的背可以靠这边吗？你翻得了吗？好，你爱怎么翻就怎么翻，再也不会踢到妈妈的肚子或是我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脚也可以往上踢。屁呀、啊！哦，屁呀、啊！好，也可以。然后我给你屁呀、啊、屁呀、啊、屁呀、啊，播音乐给你听了。屁呀、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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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可以。嗯，你这样开关没开？开关打开。我放远一点，免得声音太大。哔哔哔哔哔哔哔。放这。感觉还会看到我的脚。然后帮你留一个小夜灯，需要小夜灯吗？不
哎咻，那边有个小夜灯的开关，就在这里。然后我再把外面的灯也关了。哎咻，这样子啊，留一个小夜灯啊。我看看，要准备睡觉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要睡觉了，晚安。鲨鱼房在你后面。鲨鱼在这里啊。鲨鱼房。鲨鱼房在后面，睡在这。彤彤在这，你不冷吗？你又把被子都掀开了，可以吗？那你冷了自己盖。我应该可以。好，我可以来跟你晚安亲亲吗？玩不了了。可以了，彤彤晚安。彤彤晚安。晚上要起床尿尿，不能踩我。好，彤彤晚安。要记得哦，那我做一个记号在这边。好，彤彤晚安。两个都哦。你撞到头了，还好吗？你撞到头了，上面有个抽屉，你要小心这个凸凸的。你稍微往下一点。那是什么烂？抽屉的把手啦，不可以说它烂啊。你可以不要。不要把手怎么打开？不可以，因为就把抽屉没有错，这样子，抽屉没有错，它不会动，它不会动，是你去撞它，它不会动，它不会跑来撞你，它没有错，它没有错，是你要小心它，它本来就在这里的，它跳起来撞一下，它又不会动，嗯，好了，赶快睡，这个位置好不好？好吗？嗯，好，这好像一个小屋顶啊。放这个东西在这里，放在这上面，然后呢接到这里，好了，睡觉了，这里接到这里就变帐篷。晚安亲亲，彤彤晚安，晚安，祝你有个好梦。接到这里就变帐篷了。好，眼睛闭，眼睛轻轻闭，手手脚脚不乱动。明天要去看彤彤，要早睡早起。对啊，快睡吧，祝你有个好梦。祝你也有。彤彤晚安。这样不会太亮哦，可以哦。晚安。你尿尿了吗？好像还没尿，你尿了。刚刚去拿被子就尿了哈、哦。好吧，就这样了。晚安喽，孩子。这样完全看不到。彤彤，我从这边完全看不到你。晚安。晚安。快睡吧。快睡吧，爸爸去做事了，快睡吧，快睡吧。有时间啊，我跟你讲时间。